向日葵妹妹，今天小心一点，路障僵尸肯定还能来。这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呀！给我上，一起冲！派几个普通僵尸，这是多少有点看不起我呀！全部倒下吧，你们！豌豆哥哥好厉害呀！小小豌豆，不要嚣张，看我百宝箱里面的神秘武器！哦，马桶揣子，再来一个！这个可以，战神机甲。就是他俩了，去吧，马桶揣子，战神机甲。哎，我去，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呀？我的天哪，豌豆哥哥，你可别打我呀！哎，瞬间感觉天亮了呀！可恶呀，这次算你运气好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我去，这个可以啊，再来个娃娃更完美了。这次我看你植物还嚣不嚣张了。我去，向日葵妹妹，等会儿娃娃转头千万别动呀。别动？什么别动？什么意思呀？豌豆别怕，我来了。豌豆，我对付娃娃，你对付杀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嘿嘿，轻松解决。